哎呀呀，可爱的小猴子跟美美的微微，这画面简直不要太赞哦。哎，小猴子你竟然还要索吻呢、啊、放着我来。哎，这不会就是刚才那只小可爱吧？怎么女主角变成了窦靖童？赵薇跟王菲的友谊那是大家众所周知的，再结合这同款猴子合照，看来窦靖童似乎是去帮妈妈探闺蜜的班了呢。想象窦靖童叫赵薇阿姨的样子吧，好又爱又没有啊。